Hello， 宝宝们，早上好！今天咱们吃的丰盛点啊，这是我炒螺蛳粉、金针菇还有辣椒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我们留个小红心，谢谢。明天吃啥？对，我们今天吃个大辣椒啊，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啊！吃辣椒一定要配鸡蛋。还有椒吗？快点换一个。来，金针菇。炒的螺蛳粉啊，如果泡的煮的吃了的话，可以尝一下炒的，也挺好吃。来个螺蛳粉吧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咱们来吃鸡蛋，还有海鲜菇啊，还有小米辣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留下你们的小爱心啊，谢谢。那秋天一到，这整个人就有点犯困。这是我妈切的小饼，
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吃个爆辣金针菇，还有麻酱宽粉啊！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点一下小红心，谢谢你们。那先吃个麻酱宽粉。Thank you.